继续来看到宗教活动的消息。但了将近半世纪，家庭金銮宫甲埔主佩林宫即将再度重启百年香炉，延续百年香火。这唔但是打起两地人民的情谊，也和两地人民再度交会。佩林宫预计伫农历八月初二到家庭金銮宫绕境回乡，欢迎有兴趣的民众会当向佩林宫来报名参加。金銮宫甲佩林宫往来回乡，由来是民国九年，埔主佩林宫往大陆祖庙各座进香，回家时伫海上碰见一面乌龙旗。伫当年的家庭的渔民伫海上作业的时拄到暴风雨，渔民祈求妈祖的时伫海面上出现了一排灯，所以就对着这排灯平安的回到陆地上。一看那排灯是一面乌龙旗，询问之下发现那是埔主佩林宫的灵旗，才开始。是有金銮宫往佩林宫回乡路，也开始两间宫庙的友谊往来。啊，佩林宫这个哈，甲咱的高雄的家庭吼，金銮宫啊，要来举办联合绕境的祈福活动吼。啊，这个因缘吼，啊，为大正九年，就是民国九年吼，延续到即摆才几百冬的吼。啊，咱两宫的友谊吼，啊一直拢足热诚的啦吼。啊，所以咱这个要来伫咱的。古历的八月初二吼，啊，要来举行着咱的渔乐南凤活动。王清典指出，这次南凤名称定为渔乐南凤。在民国101年时，佩林宫修复完成了后，金銮宫来佩林宫回乡，随后也应该由佩林宫前往金銮宫回乡。但是又介于佩林宫又阁发生火灾而延后，这次赶伫咧修复一周年进程，将前往家庭金銮宫做回乡绕境。预计出发的时间是农历八月初二，东港来回，欢迎有兴趣的。民众会当向佩林宫来报名参与。最新新闻，中来新埔主持蔡孔报道。